未来我们铁路局也可以增加一些收益啊。如果没有人承租之前，也可以放一些推广后里地区的观光景点的一些照片。花博即将在年底要来开幕了，那其实后里当这个车站会是未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交通的一个要道，也是进出后里的一个门面哦。所以其实我们非常重视这个车站的一个工程的一个进行。那当然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台铁的工程哦，其实是非常赶的一个情况哦。那也很感谢台铁在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努力哦，让这个工程能够在九月的时候能够来一个完工哦。那我想应该也是可以配合上花博的一个试运的一个骑乘哦。西站跟东站的工程呢，都蛮顺利的哈。我们预计哈，在八月底以前哈，如果能够如期的取得执照的话哈，我们就完工哈，就可以完成这个营运的准备。所以基本上哈，配合这个花博的一个骑乘是没有问题。